C 开始，今天来到了资本，这边呢，4星电击魔效可以，好像随便来都有4星一样。哎，这张要已经重复了，哎，看起来是要直接给哦。这么好运吗？还真的嘞。 好了，那这一张我们一样抽给万臭啊，好像影片快要结束了啊，大家不用紧张，我们打打看后面还没有卡片。这张呢，请留言，我需要魔兽就能参加抽奖，好不好？我需要魔兽。怎么有这么容易的？我要招式是疯狂福特，等一下可以用用看。来看一下卡牌里面还有谁。 哦，你有巨人哎！2星豪力，4星你有巨人，碎啦！这张鸭子需要认真打起来。幽灵系的，我们派2系的吧。超梦加上达克莱伊。达克莱伊可以打你有巨人，然后超梦打豪力，迅速有效。 一集搞定，来抽了，各位，就是今天，让我们把4星你有巨人带回家。这张鸭子要开图鉴了，我们就缺最后20张。哎，还可以，对方按到逃跑，但是我们的是2只波动，有机会失误的2只波动，有没有？它不是100%命中，所以这个胡帕还是比较好用。 左边应该是确定去了。哦，你有巨人击中要害也是差不多呢。超梦伤害真的很高。完了完了完蛋了！按个盾牌。今天状况好像有点不好哎。我避震，撑住啦。 蛮可爱的地震，两边双手写。2只波动，收掉你有巨人吧，野兔大姐来了，大家把力量借给鸭仔啦。左边2星豪力，右边4星你有巨人。这张呢，我们缺哈，希望能够顺利开图啦。3、2来了，是精灵球，是精灵球，唉，果然不能太贪心。没事没事，能捕捉都是好球啊。倒数吧，一下了，撑住，撑住。红色的球撑不住，爆开了。看有没有遇到谁？632%。哒哒哒。 混下低，侯雨潇，哦 ，V 热焰的4星比克提尼，3星拉普拉斯，当然，哦，所以今天有3张3星在里面，第一张被鸭子拿下了，电击等等，逃跑，哦。 今天状况真的很差呢，哦，这 V 热焰好看啊！电击魔兽一级倒地，被一级搞定了。设置的按下按钮，拜托你喽！拜托你喽，小巨鳄。1星的，库拉多即将要一发带走对手了。接招吧，比克提！又按到逃跑，对面超强。 再强还是躲不过我们的地震，哎，死了呢，库拉多！来，大家左边4星比克提尼，右边3星拉弗拉斯。这张如果有装下来，我们可以抽给观众，好不好？把力量借给鸭贼。是精灵球，重力摔来了。没事没事，能捕捉都是好球呢。一下了，2下了，3。哇哇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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人有抓到拉普拉斯，然后我们抓到了比克皮林。哇，今天好幸运哦，双四星哎，感觉今天才是真正的四星猎人啊！街头大战顺利捕捉。哎，大家今天是发生什么事了？凯路迪哦，四星的，这两张我们都没有，看能不能想办法把它一起拿下来。 我想到一个办法，就是一直打。这方法不错吧，大家？啊、遇到牛小人，先抓牛小人，因为把一星的卡片留在里面啊，搞不好可以出交换机会。但交换机会其实是有点赌。来，各位，今天的第三张二星牛小人，四星凯路迪欧。 一狮的鸭子一样用超梦啊，来处理格斗系的招式，格斗系的小马。好，超级超梦抱歉，请在这里下卡吧，臣服在我的超梦 Y 之下。一级搞定，来各位，左边四星凯路迪欧，右边一星球球海狮，麻烦大家把力量借给鸭贼了。这张我们还缺图鉴呢，希望能够跟我们走开图落下高级球，好像很有希望哦。真的是四星之五吗？一个了，两下了，三。 哇塞哇塞哇塞！到底之后右转，哇，今天贼好运哎！四星卡有这样一直下卡的吗？好爽哦，太过瘾了吧！来，大家，我们拿下了四星小卡，四星的凯路迪欧，泡沫光线，这次鸭子开图鉴，太棒了！别偷大贼！ 哦，月亮一步是三星的，现在目前还不知道，就只有橘色速效。来，我们看能不能想办法把这个牛巨人给拿下来。我想到办法，就是一直打吧。大草丛 ，no。那刚刚那一张凯路迪欧的招式是水系的泡沫光线。太好了，是爆燃程度。对。 特攻也算蛮高的哎，等一下来用看看，刚好可以打你有趣。哦，大家到底发生什么事啊？这一台是怎样？这一台也太开心了吧！有我们的迷你 Q， 令人怀念的五星卡片啊、哦。 这是在三弹的时候登场的。54.4力量，亲密无间大乱走。哦，月亮一步直接应声倒地。 不确定，嬉闹希望可以打得赢。到，有了，来了，大家，左边五星达克莱伊，右边三星月亮一步，就是今天来一颗大师球大，没事的，能不做都是好球啊。 一起来见证奇迹一下，红球捕捉的界的奇迹，没事了，哎，双双爆开，可以啊，最起码有遇到达克莱伊，很过瘾。拿出来啊，五星达克莱伊，三星拉普拉斯，然后底下有你有巨人，我们也欠缺啊。这一张刚刚在想说会不会是四星橘色塑胶，答案直接想应该是三星的，是怎样？ 双三星，好，我们先拿橘色速消。那胡地的部分鸭子就不拿了，好不好？有吗？有的，大家左边五星打过来，右边一星，球球还行，看有没有机会把它顺利给捕捉起来。麻烦把力量借给我好吗？魔球啊魔球，到底哪一颗比较好？超级球，超级球，超级有希望。有这机会吗？一下，两下，三，这个。 可惜了，右边有没有召唤机会？大叔，需要你的时候，你还是躲起来了。就是现在，把力量借给鸭贼吧。左边五星打个来，右边投雨消二星，三二逆时针，逆时针就是精灵球。刚刚是顺时针的滚动超级球，一下，两下，三，掉掉。 抓到居然是二星投雨消，换我反击了！地震，吃我一发地震吧，达克莱伊！速速下卡，别逗留！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！大家左边五星达克莱伊，右边三星虎地，这张我们非常需要。三二一，切！超级球，是超级球，好像有点希望啊！心跳加速的时候到了，一下，两下了，帮我开了，速速跟我离开！就是现在，把球丢出去吧！以欧洲人之名，命。 立马下卡，大家把力量借给鸭贼。是精灵球，没事的，大家都很习惯了吧？我想，有这机会吗？一下了，两下，三，啾啾啾啾，难得哟，地震。最关键的时候还是要交给我们的库拉多。 处理掉了，来大家，左边五星打过来，右边四星你有去了，这是今天，把力量借给鸭子一吧，三二 ，action， 是精灵球，太棒了，始终如一，精灵球大师，一下，两下爆开了，都没了。 好，那我们就先看有没有抢到宝可梦气息。No no！ 哎呀，真的太可惜了。后来呢，因为有一整组家人来排队，所以鸭子就直接放弃了。离开的时候，的确心中有一点点的遗憾。不过打卡就是这样，再见了，达克莱伊，我们有钱会再有缘我们会再相见的。OK， 那画面上就是鸭子这一天的收获。老实说，真的很不错。可惜了，就是比较多重复的卡片，但起码有开图四星小马，真的要偷笑了。而刚刚没有提到的是这一张比克提尼，一样抽给观众，只要留言继续加油就能参加抽奖。好的，那差不多就是这样，今天的影片到这里就结束了，感谢大家的收看，我们就下一回再见了，各位，拜拜。